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宝博，我是韦恩。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都营浅草线的一日游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会用这个700块的一日券搭乘所有的交通啦。那说到户越站，就不得不提呢户越银座商店街。那这边呢也是东京最长的商店街哦。那我们第一站选择户越呢，当然就是因为商店街的那个吃的东西选择会比较多一点嘛。对，这好可爱哦，新年抽那个福袋。那户越啊，其实有卖很多生活用品以及小吃甜点以外，这边也有卖很多的二手商品店哦。就感觉家里不要的桌椅都可以拿来卖。对啊，还有拉姆也可以卖。好，那把你的模型出让吧。好，一个它可以只卖300块日币。商店街必备的百元商店。那我们早餐就来吃欧尼吉里户越屋 ，Let's go。哇，早上吃饭团超级日本的。对，这个月的米是用来自山形县的茨鸭姫米。店还蛮方便的哈，就是用那个点餐机点。真的。而且它这上面啊都有附英文，所以大家比较不用担心完全看不懂。对。但如果你英文也很差，那就自己加油。对啊。所以的味噌汤可以免费续。这个是我点的两个小的饭团，一个我有点忘记我点什么了，反正一个好像是炸鸡，然后一个是明太子奶油 cheese， 然后它这个套餐还蛮好的，还有附一个，因为户越银座这边的那个炸鸡还蛮有名的，然后有一个汤，这个是高菜，就有点像是腌制的蔬菜，然后再加明太子，然后这个是蛋黄加青鸡牛肉。哦，它的饭团的饭热热的，超好，现包现捏的，还蛮好吃的。因为它那个米，我觉得反而是吃那个米，就是配料是，也不能说是其次，但就是比较偏花一点精。但我觉得它的那个米饭煮得很好，然后捏的也很好。我刚以为明太子只会给这边，换发现它其实整个里面都是明太子，超爽。然后我好像吃了这个明太子切丝，还有切丝上面一大口，好几个，超香浓的，然后很咸，好爽，超下饭。我觉得这个作为大家来日本旅游的话，第一餐吃这样日式的早餐，我觉得真的是超过瘾。对，但我觉得这已经超越早餐的分量了，真的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吃完要有心理准备，可能要走个20000步。对，日本旅游必备优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药妆店、百货公司，都帮各位放在影片资讯栏，快去看看。这边有一家小店是卖日本各地的特产的，这是户越银座商店街的名物卡兹善斗。炸猪排三明治的自动贩卖机，对，他说你买完之后呢，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这家 Colorado 的那个咖啡厅啊，之前我们有在里面待过，它就是那种有一点昭和风的咖啡厅，还蛮有味道的。说到户越银座最有名的小吃，就是我后面这个炸鸡块西啦。靠，炸的超棒的，它那个一咬下去啊，鸡汁整个流出来耶。每次来户越一坐就一定会喝这家咖啡店，那今天也不例外，我们去买杯咖啡吧。这家店啊虽然小小，但装潢其实蛮有气氛，然后看里面它直接用这个感觉是现磨的咖啡豆，所以应该品质还不错了。哇靠，咖啡豆店里面传来的咖啡豆味道真的超香。不错，哇，它的 medium roast 是有点偏苦的，下面有点 dark roast。对啊，好，就用这张票订站吧。
我们第二站来到了大门站，来看真上寺、东京铁塔，以及在这边附近走走看看公园吧。然后顺便去上班吧。好，那给大家一个冷知识，就是大门站的大门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大门。隋唐测验。哎，我以为想要讲隋唐什么东西。跟我没关系。OK。我们请问一下大门通包伯，你认为大门这里简单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上班族很多，然后餐饮业蛮多的，然后便宜摆明店很多，以及东京铁塔跟真上寺。非常好的 summary。赞了。我在大门这边工作这么久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就这边有亚呆，真是蛮新鲜，因为通常这边都空空的，没什么人。啊，就是人观光客很多，但空空的，没有任何摊贩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真上寺往那边上面走嘛，接下来往左边绕过真上寺的后方之后，可以到一个漂亮的平台，那边有个公园可以看东京铁塔，最漂亮哦，叫做芝公园。嗨，那通常是可以从这边直接接到后面的芝公园，但今天可能是哈兹莫特吧，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活动，就把这边封起来喽。那我们就从另外一个门直接上这个芝公园看东京铁塔喽。好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大平台之后呢，往这边走，然后接下来往东京铁塔方向走。好，我们真的蛮推荐大家从就是芝公园那边啊，然后一路散步到东京铁塔，然后沿路都有蛮多角度可以去拍摄东京铁塔。好了，也推荐大家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登上东京铁塔看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不上去给大家看喽。好，那我们从大门坐两站，现在到东云坐站，直接从车站一出来就可以到 Ginza Six 哦。哇，我们超快的，才走不到五分钟吧，然后一进来就有一家 Blue Bottle。那 Ginza Six 就是一个算蛮大的 shopping mall 吧。那我们在 shopping mall 的这边应该是地下室，我们买一个。神奈川叶山来非常有名的布丁叫做 Maloi， 那你吃完之后还可以把这个杯子带回去。我来试试这个 Maloi。你刚刚说这是从哪边来的？神奈川的叶山，在斗嘴海岸附近，就镰仓的附近。镰仓附近的名产布丁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挖到那个啊最底层？先试试看这样子好了，手都慢慢。嗯，好，好吃。对，它是那种非常的 creamy， 对，然后那个奶香啊、蛋香都非常浓郁的那种布丁。那我们挖一口到底的那个好了，搭配底部的这个应该是焦糖来吃吃看。哇，哦，层次整个提升一个等级。我觉得布丁就是要搭配的下面那个焦糖一起吃，可以。因为有一点点苦苦甜甜的，然后再更衬托那个本身 creamy 的味道，赞赞赞！除了在 Ginza Six 逛街之外呢，也千万不要错过它的顶楼，这边可以看到银座的风景哦。重点是这边的展望台是免费的。那大家知道，其实东云走的桥在安排行程的时候都是有非常认真的做安排哦。像我们的第一站啊，我们到了户越银座的商店街，因为对台湾人来说，商店街也是蛮好玩、蛮好逛，然后在那边也蛮多可以吃的东西，在那边吃早餐，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接下来第二站呢，大家想来东京，一定会来到东京铁塔啦，对不对？那东京铁塔之后呢，我们来到东云座，因为东云座就是逛街的地方嘛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呢，还会 cover 到人形町，人形町也是算日本非常有风味的夏町的感觉的地方。然后紧接着就是浅草，那浅草当然就不用特别介绍。然后最后一站晴空塔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对第一次来日本旅游的，应该也是觉得蛮新奇的。哇，今天我们拍片刚好是礼拜天的银座。对，说你挑对日期的话，就在周末的时候，这边有步行者天国，超赞的，这个中央通就可以散步啦。银座这边呢，就有非常非常多的
精品啊，然后百货商店啊，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很潮的品牌啊，我们像日本的品牌什么 Beams 啊 Ships 啊，然后高阶的品牌 LV 啊 Gucci 啊，甚至到 Uniqlo 就是比较平民的品牌都有。对啊，而且这附近还有一家超大的无印良品。对，在 Ginza Six 的正对面就有超大的 Uniqlo 七八层楼的旗舰店。在 Uniqlo 后方的这个巷子，你可以看到一个 Dover Street Market Ginza。那这家店是应该说是全日本吧，就是最潮的潮流品牌都聚集在这边。这边潮流到刚刚我跟金宇彬、韩星擦身而过，然后他走进这一栋里面。好了，那就如同东云走桥每一部旅游影片呢，其实我们今天 cover 的行程非常非常多，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做调配。像比方说，有人可能在银座就可以逛一整天，那对他来说就是银座就是一个一日游啦。但因为我们的影片呢，其实希望带给人家各种不同的选择，所以大家可以从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车站里面挑个自己几站出来，然后安排自己喜欢的行程。看完金宇彬之后呢，我们下一个行程是人形町。这家名门鲷烧本铺是东京还蛮夯的一个连锁鲷鱼烧的店。好，请问一下人形町这站有什么特色嘞？这边的下町的风情感十足，然后有非常多的小吃，然后也有很多算蛮品的餐厅。那我们之前也是来这边蛮多次的，所以有机会的话看东京走桥的影片，可以找到不少人形町的介绍哦。对，然后再补充一个就是。我之前有来这边吃正宗人形町精拌的寿喜烧，对，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吃的。然后，如果你口袋够深的话，可以预约吃吃看。下町风就这条干酒横丁啦，你走来这边就会闻到一股后鸡茶的味道，超香的。真正的 The 鲷鱼烧，鲷鱼烧御三家就是这个柳屋啦。接下来带大家去逛人形町这边的另外一个景点水天宫。好，我后方就是水天宫了，这边听说安产十分的灵验哦。因为水天宫这边是求孕妇安产的关系啊，那我们刚刚上去快速看了一下，发现这应该是史上小朋友就是妈妈带小孩最多的一个神算寺庙。在这附近的店家竟然有卖安产祈愿的那个 roll cake， 就是算奶冻卷蛋糕的感觉。你点的是什么？ Bacon egg cheeseburger。 我点的是 chili beans 的 cheeseburger。哇哇，还有那个汉堡排超级 juicy， 超级软，然后肉汁很香，嗯，好吃哦。嗯，终于要出现超越 Shake Shack 的汉堡了。好，我们吃完 Brothers 汉堡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往前朝走喽。那家 Brothers 汉堡，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列入我心中，就是可以跟 Shake Shack 相提并论的好吃汉堡。那这家汉堡店应该是全日本就是最有名的汉堡店之一，然后其他应该说，我记得大家评价三大汉堡店，一家就是这个 Brothers， 然后另外一家是 Munchies， 然后另外就是另外一家 Firehouse， 这三个都超好吃。对，那我觉得其实来日本那吃日本料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我觉得在日本尝试看看各种不同异国料理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经验。对啊。我们的倒数第二站来到了浅草啦，这边最大的景点就是浅草寺。好，那我们散步来到浅草寺啦。那因为今天其实还在就是年初的那个哈兹莫德的人潮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一月一号当天的片段。大家也不用等红绿灯，因为今天没有红绿灯呀。哇，上次来这边应该是四五年前吧。哦，警察刚应该在这里，就是说，请拍一张照片，这样子。对对 对， 對，说实在话，真的拜托。所以浅草这段，大家看到我们就永远都只有这个角度而已。对，太尴尬了吧。
旁边的店家基本上都有开，所以你如果有来逛的话，其实浅草这边是有东西可以买，有东西可以吃。今天要有体力。我们大概挤了多久了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。我们为什么角度越来越低？对，因为这边现场的人已经爆炸了，抬起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没办法抬起来。我们当然，我们终于应该要到可以红香有钱的地方了。好，我们来让大家看看前面的景况。中间这边不能走，然后大家要从两侧上去。啊，原本在这个中间的香炉呢，已经被搬到旁边了。冲啊！1月1号，浅草寺成功。对，已经没办法拍手，这次要直接丢进去。真的，超级爆炸，已经要用爆丢的。我们决定都已经排这么久了，丢了。对，还是丢了。好，祝我们今年一切顺利了。好，什么都拍不到，应该已经打到某个人了。没有了。终于要轮到我们了吗？像跨年演唱会一样，真的，终于要挤到第一排。对啊，终于挤到演唱会第一排，耶！投出今年的第一枚五块，顺利呀！耶！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浅草这边算是私房的小景点吧，就在浅草寺雷门对面。有一个浅草文化观光中心，然后到这边顶楼的8楼啊，就有一个免费的观景台可以看风景。那我们在浅草的行程就是浅草寺加上散步的行程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路走到鸭上。那就是其实都营浅草线也是有到鸭上，所以如果不想走路的话，可以直接搭车过去。那我们选择用走路过去消化一下。我们浅草这边的散步路线啊，就是走这个鱼田公园沿岸，然后走到那个前面有一个应该是叫什么东京索拉，不是索拉马吉啊，那边有一个什么浅草什么水道之类的，对，就可以过河的，对，告诉大家，然后走那个桥，然后就可以一路走到崖上，还蛮方便。好，就前面那个桥了，那边。好，那我们从羽田公园一路走到这史密达 River Walk，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另外一个岸边喽。这个史密达 River Walk 啊，是疫情之后才开放的，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可以从羽田川的一端，就是浅草这一端，走到鸭上啊，或者是反之亦然。那因为之前还没有这一条的时候呢，你是要走那个无栖桥那一头，那会比较稍微绕一点。那现在这边，而且这边下去之后还有一些商业设施。我从史密达 River Walk 一路走过来，我们现在到了羽田公园。那这边也是我左边的，这边是Tokyo Mizumachi。那一路上都有很多小店可以逛，然后可以一路逛到晴空塔那边。其实最后这两站，散步的还不错。对啊，有时候东京真的要用走的桥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个散步的路线其实算蛮近，基本上慢慢走也是15分钟就可以抵达喽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浅草线一日游的介绍啦。那在行程结束的时候，推荐大家上 Skytree 上面看风景。这站要介绍的是位在鸭上站的天空树 Skytree。到350公尺展望台的门票是2100元的日币。这边距离啊，高楼林立的市区比较有点距离呢，所以跟其他展望台看的风景比较不一样。因为这个展望塔的高度啊有350公尺，所以我觉得从这边这样看过去啊，都可以看到一个很像地球的边边的感觉。Skytree 的上面啊还有咖啡，所以你看累了可以喝杯饮料休息一下。那 Touch Panel 使用者界面做得还不错啊，就是可以从这边点去看到这相对应的地方。那这边也有提供一些座位区，可以让你坐着休息。
那然后如果大家在这边想要吃晚餐的话，也没什么问题。其实这边的六七楼，然后包含那个三十楼那几层，都还蛮多餐厅的。像我自己吃过，我是觉得利久牛舌还算不错啦。然后那个这里也有旭旭苑，如果大家想要看风景、吃烧肉的话，也 OK。这家刚刚买的63°C 洛农啊，其实是甜点摆名店哦。现在有包勃不知道甜点摆名店，试试看吧。摆名店，它的那个奶味很浓郁哦，真的好屌。啊，这边在冬季的时候也有 Illumination 哦。啊，那就这样结束了，我是包勃，楚文，来甜点，拜拜。